就看你怎么防守。加油，加油！对啊，他防的，啥意思啊？啊？啥意思？我看你能得几分？你好好打、啊、哎呀！好的，第二节比赛开始。协防位置，喂，哎哎，喂，哎哎，没事。黄队球，黄队球，警告一下。我们的，我们的，哎，喊就对了啊、哦。防守，防守，给了，给了，防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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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刘星的犯规，两次罚球。好球！好球，潘龙！潘龙开了！没有！龙骑士交给内线孙思瑶，往里切一个。我们要接篮板，接篮板。回手，刘星成功抢断，交给杨正。杨正直球的时候就是试探步，然后运球的话就喜欢双面向，所以我都防他。加油！遭到紧逼，最后一秒钟。啊！包龙，包龙，好球！别走下线。下面进攻时间到。张宁，好球，孙思阳。回到 J Team 这边 ，Let's go J Team， Let's go J Team， Let's go J Team。篮板没能拿住，孟博龙。没篮，没篮，没篮，没篮！张宁两分命中。哎 ，J Team 请求暂停。篮板太差了，没有保护好。好球，好球！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好球！篮板。防守，我们应该换，我们没换，我们应该接到篮板，没有接到，我们需要 energy 怎么说？能量，要提高一点。现在他们比我们打的认真 ，OK？ 我们要讲话，你要换的时候，你要跟他说换，对对对对，这些东西 ，OK？ 好，博龙你先防，你再打一会儿，然后打一会儿以后让他防一会儿。好 ，OK， 上，给我把他防住啊！接替杨正。在左侧，连续的变向，协防位置，协防位置，交给刘星。哎呀，球没有运好，时间，过出来，出来，投投，时间，哇！冯安普他弹跳特别夸张，很完美的典型的高瘦篮板王那种的。你不能被他那个脸蛋给影响到了，咚了一下就已经上去了，就给你抢那个篮板球出来了，像勒布朗的味道一样。没有关系，继续。罚一个，罚一个，罚一个，协防位置，协防位置，在右侧，直接干拔跳投。杨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球员，因为好的球员就是可以通过自己在场上的表现及时做出调整。换人，决定请求换人。龙骑士请求换人。好呀，博龙，好呀，好呀。加油！张宁。没能命中，杨正在左侧连续的变向，转开对手十三号打手，哎呦，这是
韩文辉，祝平镇，交给杨正，面对张宁，连续晃动之后，管虎的空位，跳投命中，冯灿普。龙骑士 J Team 请求换人，换孙思瑶，换那个黄志恒。队长，队长。然后，朱平镇，你罚十五，你给我罚他。哎，他们挡拆，你们可以换。龙骑士的球权，打背的，打背的。运过去啊！朱明镇，左边走低位，转身之后没能投中。唐仁辉抢到篮板，两分命中，漂亮！这下漂亮，篮板，哇！你张宁，张宁。JT 依然是打内线，协防位，张真心勾手，好球，漂亮，没事没事，防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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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，你防张宁，你们两个。大东顶抢篮板，十号篮板啊！不要上去防，投不了。龙骑士，好啦，哎！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恒毅他很有杀伤力，能替他顶的位置的还是恒毅吧，因为恒毅这个攻防两端都比较全面一些。霍辉，这球移动要快一点，你准备换大东，大东移动有点慢。你们可以换。张宁直接选择投篮，太假了这球。马晓琪找到杨正，加油，宁哥。五，最后三秒钟的时间。一秒